喂，经理，现在处理这件事情吗？好，我等一下，我马上去做。我现在回公司吗？喂，该不要加班吧？好吗？不要生气啦。可是不是说好了吗？每次都这样。真的很开心，这里太漂亮了，太有圣诞 feel 了，啊！真希望他也在，不过还是谢谢你啦。哦，来，耶！哦，好，那我先唱给他。